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旭元老师。在这个系列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用便宜的材料来制作自己的感测器。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颜色辨识器。通常我们在 Arduino 上要感测颜色的话，都会使用这种 PCS3200 这种感测模组。这种颜色感测模组主要的原理是利用四周的 LED 灯来反射物体的光线，将物体颜色反射进中间这颗晶片。晶片上有感测光线的感测器，分别感测光的三原色，也就是 RGB、红、绿、蓝三种光的颜色。经过 Arduino 的程式，依据这三个数值来判断物体是哪种颜色。而我今天不用现成的颜色感测模组，而是使用便宜简单的方式来制作自己的感测器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红、绿、蓝三种颜色的 LED 灯、光敏电阻以及纸板。在纸板上戳洞，这是要用来固定 LED 灯以及光敏电阻。光敏电阻周围可以用吸管搭配黑色胶带遮住四周，防止旁边的 LED 灯直接干扰。将 LED 与光敏电阻插进去，使用热熔胶来固定，焊接电路，并且使用杜邦线连接。纸板的四周可以拿一个胶带，内部涂黑当作遮光罩，这样子感测器就完成了。这个感测器的原理是这样，我们分别让红、绿、蓝 LED 发光，让这三个颜色的光照到物体，反射到光敏电阻上。由于红色的光不会被红色的物体吸收，光敏电阻就会侦测到比较高的数值，而蓝色与绿色的光会被物体给吸收，光敏电阻得到的数值就会比较低，借此来判断物体是什么颜色的。所以我们要让这三颗 LED 灯分别快速的闪烁，再让光敏电阻记住这三个数值。由于光敏电阻本身对各种波长的光线敏感度不同，所以需要校正。我用了两个按钮，先让它记录白色的物体，再记录黑色的物体，借由这两个数值来校正感测器的数值，这样就可以将数值转换成0到255。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制作吸色灯，像这样吸收光线，同时改变这个灯的颜色。我也使用 processing 来显示感测器感测到的颜色。不过你会发现，感测器的颜色不太准确。由于这个方式是利用光来反射，所以这三颗 LED 灯发的光需要很精准才行。所以我使用 WS2812 的灯来试试。这种灯是集合了红、绿、蓝三种颜色以及控制晶片的 LED 灯，用它来发出的红、绿、蓝颜色相对准确一些。将光敏电阻直接粘在灯条上，并且把电路都接一接。我使用纸板来制作遮光罩，底部这边也需要封起来，尽可能让光不要漏进去，影响数值的判断。接着来试看看 WS2812 所制作的感测器效果如何。你可以看到荧幕显示的颜色相对准确的多。虽然用这种方式成本也会增加许多，买颗现成的模组可能还比较快。不过这种感测方式有个优点是现成的感测器办不到的，那就是一次可以辨识六个单元。如果你使用更大的开发版，甚至可以超过六个单元。我将六颗 WS2812 搭配六颗光敏电阻，像这样组装起来。连接线路要注意顺序，不要搞错。这边我是使用黑色的珍珠板来制作遮光罩。这一组六个单位的颜色辨识器，成本也只需要几十元而已。完成之后，我使用 processing 来显示读取到的颜色。你可以看到每个感测器都可以侦测到颜色的变化。像这样排成一直线的感测器，甚至可以用来扫描图案。虽然它解析度不高，但大致可以看得出扫描的图案。这六个感测的程式码以及测试用的 processing 档案都放在资讯栏中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。这个感测器的做法呢，是由当时还在读国中的李承恩同学所想的。他在课堂作业角教这个神奇的装置，你可以看到它能够辨识颜色，并且用 RGB 灯来显示出来。
而这部影片也是依据他的想法而制作的，同时他也制作了许多有趣的装置。我将他的 GitHub 页面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大家可以浏览并给予鼓励。想了解更多自制感知器的朋友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拜拜。